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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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站起来迎接法师。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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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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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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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好，请向佛陀行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主讲法师行三问讯，一问讯。一问讯就好。阿弥陀佛。请坐。法师，请，谢谢。请合掌。那摩莲智海会佛菩萨，那摩莲智海会佛菩萨，那摩莲智海会。佛菩萨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之月火。诸见你要是尊能言应身有心歌随累劫有能现一妙色身不是众生随累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不即无边界咸阳界定境界门通大神圣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入海内心清净觉尘老朝别无边而举门第九金刚无明贪嗔皆用无我尽过往三昧离如过去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事生老病死终不恼常心不失季节静静定慧六波罗唯独有清净的度一
迦陵供养恒沙尘不入见永久真觉圆当啊三摩地恒方光明照一切广大清净具足身庄严无等论轮回诸趣众生类诸生我刹受安乐常云此心法有尽度尽无边故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难知难证众是生死诸苦中有是用心缘故我见超世之彼之无常道此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不为大事主不记住穷苦临彼诸群生长夜无忧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真觉利命无量寿众闻此号俱来我刹中诸佛净色身妙相喜悦以大悲心利诸群平利于善真敬畏修凡心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土明记中恶难悉舍三途不灭诸烦恼开辟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东大山举门为众开法照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此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兄说法事之后广度诸有圆满其所愿一切皆成佛此愿若各国大千虚空诸天神藏于真妙法南无大恒不见菩萨南无大恒不见菩萨南无大恒不见菩萨南无阿弥陀佛耶陀揭陀耶陀帝耶陀阿弥利陀婆毗阿弥利达悉耽婆毗阿弥利达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那揭陀耶陀帝耶陀阿弥利陀婆毗阿弥利达悉耽婆毗阿弥利达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陀揭弥尼揭揭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那揭陀陀帝耶陀阿弥利陀婆毗阿弥利达悉耽婆毗阿弥利达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陀揭弥尼揭揭陀迦利娑婆诃请看这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是坐的的。坐代表什么？禅定。也就是说念佛三昧他要甚深的止观才会证大乘的念佛三昧。一般人只有念佛叫做持名念佛很好。
念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呢，也是很庄严、很有殊胜的功德。但是我这是 Part 2，要开始教你止观跟念佛，它可以结合的。假如 Part 1有来的，请举手。好，手放下。今天是第一次来听经的，请举手。哎呀，好累啊，我要重教一次。好，没关系，我会有耐心注意听。好，极乐净土，待会我们会静坐。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信的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就是象征我们自信当中的佛性的光明。那这个光明你要怎么样去打开呢？就像一把钥匙要进入门口，假如你拿错钥匙的话，你的门是打不开的。那打开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一个是修止观。所以待会先观想自己坐在莲花里面，当然今天我不要你观佛像，我今天只要你先观想自己坐在大宝莲花里，背挺直，身体放松。你现在就坐，待会眼睛呢是遮一半的，不要全闭。你可以用右手或左手拿一颗念珠。好，我会跟你一起做啊，先听我讲，我会一起讲。然后呢，第一个先静坐的时候，你念珠不用数，先静坐。然后呢，背挺直，身体放松。观想在哪里呢？观想在你的肚脐丹田的地方，心就注意在那里，先不要念佛。然后观想一分钟或两分钟以后，我会再敲第二次引磬的时候，你左手拿念珠，右手拿念珠，然后你念，注意听，不要嘴巴动，用心念。对啊，心里念啊，嘴唇不可以动。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习惯用嘴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在哪里啊？你心是散乱的，你嘴巴真的念了，可是你耳朵也没有注意听。所以今天教的是不要出声音，先用念珠，不要急，不要有些老菩萨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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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两碗哦，赶快念完赶快去极乐净土，不要这么快，你今天还没有快这么快往生的。所以待会念的时候注意听，按一下你就专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用心里念，念的时候是心里知道佛的功德。不用，也有莲友会问师父，我是不是要去想阿弥陀佛这四个字？不要，不要去想那个字，因为字也是空性的，最重要是佛的功德。所以待会先静坐，我再讲一遍，背挺直，身体放松，你的手两个可以手掌这样放在大腿上没关系，东西放在旁边。然后呢，先静坐两分钟，注意在你的肚脐，就观想你自己坐在大宝莲花上，你喜欢红色的、金色的、蓝色的、橘色的都好，像我呢，我就喜欢观想彩虹的，红橙蓝绿蓝靛紫，红橙黄绿蓝靛紫，因为彩虹的颜色是我们在下雨天你可以看到彩虹，对不对？所以你就观想自己坐在莲花里两分钟，接下来我敲两声引磬的时候，你就开始拿念珠，用嘴巴不要动，心里念佛。不要急，你要观想每一个念头都很清楚。当你的心跑掉的时候，你就再回来注意你的念珠上。所以手叫做受相应，也叫做触。为什么拨念珠？把你的心定在那里，然后呢，用念头念佛，嘴巴不要动。好，希望我待会不要看到有露出白牙齿的，知道吗？好，这是很重要。然后呢，这样子念佛两三分钟。好，这样的念佛是很有力量的。这样的念佛呢，你念一生的功德比你平常散乱心念啊，功德力更大更大。那这个方法希望你可以在坐公车的时候，坐 MRT 的时候，
或是你儿子开车的时候，你也可以坐，你发心坐车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念，这样不会影响到别人，而且你这样的念头会更清净。当然还是会有妄念，没有关系，慢慢来。这一次 Part 2 七天我都会教不同的方法。那现在有个问题，为什么要教很多不同的方法呢？是因为我们的心会到处跑，我们的心常常会想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你做工的时候，你就想到上班，下班要去接孩子的时候，你的心就会想到孩子。待会你匆匆忙忙要赶着来吃饭，那你就会想到吃饭。你想到呢，赶快啊，待会坐到一个好位置可以看到师父，你的念头就想到椅子。所以可见我们的念头都到处跑。那现在呢，我们的念头从来都没有安静的呢停在一个地方上。这个方法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不要动嘴巴，不要动嘴唇，因为你们习惯动嘴唇，所以我现在就故意叫你不要动嘴唇，然后让你看到自己的念头。外面的声音你不用管它，你听到冷冷气声，你会发觉它也不会干扰你。你听到人有呢呼吸的声音或咳嗽的声音，平常你可能会很不高兴，可是现在呢，因为你的心很静，所以它也不会影响你，这个就很好。可能刚开始很短，没有关系，多练习，多练习，你的念头就会清净。好，108颗的念珠，这样至少呢，每天呢这样练习念3圈到5圈，这个叫做重视你的 quality, not quantity。就说不是呢，我在拼，哎呀，我今天念10000声佛号，其实你的10000声都是散乱念的，当然很好，不是不好，你总比呢，哎，讲杂话好，或讲是非，或讲八卦好。但是你假如把心定下来，你很专心的念，你念1圈或3圈，那个功德力是比你念10000声还大的，了解吗？所以这样教你的是念提升念佛的品质，而不是去计较数字。当然有些讲座里面我会提醒你要念普贤行愿品3000遍啦，每天要念啊10000声、30000声佛号，很好。但是呢，那个是指数字让你对治你的懈怠心，可是你真正要用功的话，是应该要重视它的 quality, 就是念佛的效果。这样子的话，你的念力呢才会提升。为什么临终断气的时候是不管你念几声的，临命终的时候一念到10声，你要念得起佛号，你就可以去极乐净土了，了解吗？因为我们临终的时候呢，你一定呢哀哀痛，像一般人临终的时候，对不对？哎呀阿弥陀佛，哎呀痛啊阿弥陀佛，你都是哀哀叫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你要很专心念咒啊，是不太容易的。你要念背得起无量寿经或阿弥陀经或普贤行愿品也是不太容易的，所以那时候越短啊，越能够让你的心专注。一句万德洪名就有很大很大的功德，这是今天要教的。好，我们请合掌跟我一起念3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请合掌念，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请看讲义第16页，请看科判发大誓愿，也请看幻灯片。我们先复习一下阿弥陀佛48大愿到底在讲什么呢？它简单的可以归纳为11类的功德，请看16页第2行，复习一下。佛法要常常闻思修，也要复习啊。当然有些莲友上一次听经的时候也非常的欢喜，可是这一次第一次来听经的莲友呢啊，请注意，请看己三分别显，个别的显现出有11类的功德。请看更一，讲西方极乐世界国土殊胜的微妙，
是第一个国无恶道愿。根二，西方极乐世界，你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就永远不会再堕为三恶道，因为三恶道是很苦的，所以到了极乐世界呢，就不会再回来轮回，除非你的大愿力成愿再来广度众生。根三，到了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长的相貌跟佛跟菩萨都一样，是32相80种好的大丈夫相，没有男生相也没有女生相，他的报身是非常殊胜的。所以看幻灯片，阿弥陀佛48大愿是从第三愿到第十愿，上次讲过。根四，遍供诸佛愿，这一愿非常重要。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呢，你呢一大早呢可以遍供十方一切诸佛，可以修最大的供养，而且可以听无量的诸佛为你讲经说法。根五，就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发愿，凡是来的众生将来一定会成佛，不是一往生就成佛，没那么快。往生以后你还要看每一个人的精进修持，假如你是 busy and lazy， 很忙又很懒的，那你更要去极乐净土，因为极乐世界一定会保证你成佛。阿弥陀佛会想尽各种办法折磨你，而且调伏你，让你精进修持的，所以这叫定成正觉愿，12愿。再看根六，到了极乐世界它有法身，刚才讲根三是报身，根六呢是讲法身，它可以显现功德。后面我会讲法报化三身有什么不同，这在往生正因的24跟25三倍往生，我会介绍法报化三身，你现在知道就好。所以根六是讲法身的庄严，有13愿到17愿，也就是光明无量愿、触光安乐愿、寿命无量愿、声闻无数愿，以及诸佛菩萨都会称叹的17愿，第十七。接下来再看根七，闻名普义愿，听到阿弥陀佛这一句万德庄严的宏名啊，是有很大很大的利益，有至少10条的利益。一般人我们呢听到阿弥陀佛呢，不了解佛法的人啊，都会觉得哎呦，这人要死耶，还念阿弥陀佛了，人要死才要念阿弥陀佛，所以念阿弥陀佛呢就等于死亡佛教。我觉得很不幸，以前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听到人家念的哦阿弥陀佛啊，那家人有人往生了，所以大家都跑远一点，其实错了，不是这样子的。听到阿弥陀佛有广大的功德的，所以闻到万德洪名有普遍广大的利益，从第18愿到27愿。所以可见呢，念阿弥陀佛是有无量的功德、无量的福报的。再看下面幻灯片，根八，身获法益。根八是指往生以后你才会得到这个利益，目前你还没有，但是除非你真正用功修行，你用功修行的话，这个根八还没有往生之前，你也可以得到第28到36的这个功德，但是这要非常的精进，包含住正定寂愿、光明会变愿、善谈诸法愿，还有一生补处愿，还有教化随意愿，这个都是往生以后你得到这圆满的9类功德。好，今天要介绍根九，请看幻灯片。庄严妙乐愿有分5类，就是我们今天从第37愿开始介绍。极乐世界是非常的庄严、非常的微妙、非常的殊胜的，它有5类，从37到41，所以我今天要从37愿开始讲衣食自治愿。接下来看根十，极乐世界广度众生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其中有2个特别的方法，你做一个记号，一个是佛放光，第二个你闻到香味。所以有很多莲友问我说，师父，我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看到了光，是不是呢？答案是真的，我闻到啊，我从来啊，我家里没有供檀香啊，我的香就是普通的香，可是我闻到啊，从来这个世界上没有闻过的香，哎，那个是真的，那是阿弥陀佛的叫香光普摄愿，
是42跟43愿。庚十一，请做一个记号，这是指帮助其他世界的大菩萨而成佛的。听好，阿弥陀佛度众生，他不是只有度人，三恶道的众生，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所有的众生他都度。换句话说，佛教最伟大的地方呢，不是只是度人，还会度幽冥界的众生，还会度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的有缘众生。甚至阿弥陀佛能够度谁呢？除了佛以外的所有的大菩萨，在佛经里面叫九法界的一切众生，连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菩萨都要拜阿弥陀佛做老师。所以第庚十一是指帮助在他方世界的大菩萨而让他快速成佛。帮助他方世界的话，换句话说，当然他也帮忙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净土的佛菩萨，他也帮助南方宝生佛世界十方无量无边的大菩萨了，他已经证悟了空性了。所以他像《金刚经》知道讲，佛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如来没有去跟来。所以对上根性的人来讲呢，净土是无来也无去。对中下根性的人，当然临终阿弥陀佛会来接引你。所以第十一类庚十一是指对于了悟空性或者大菩萨，起码登到初地欢喜地的菩萨以上的大菩萨，十方佛国土啊，他都可以像呢新加坡机场一样，你要搭了飞机，你就可以去全世界各地去旅行，只要你有钱有福报。所以在其他的这个世界的大菩萨都知道呢，阿弥陀佛是无来也无去的。所以换句话说，在娑婆世界里面，在灵山会上的佛菩萨，他也可以见到阿弥陀佛，是因为他的功德力。但是一般对我们人间的众生来讲，我们看不到佛菩萨，知道吗？我们只看到佛跟菩萨的形象。所以第十一类请做一个记号，帮助他方世界的大菩萨而快速的成佛。所以他有44愿到48愿。那这五条会有一点深，我会讲的比较深，好，你慢慢听，听不懂没有关系，你可以问问题，师父会很有耐性的跟你解释。这是阿弥陀佛48大愿简单归纳为11类。好，现在我们请看37愿，请翻开47页。至于前面呢没有听到的人呢，我只好说阿弥陀佛，抱歉啦，那就等全程讲经完以后，我同意授权让宽济念佛堂流通这一套14天的 DVD， 可以流通全世界，所以我相信会利益很多众生的。请看47页第13行，庚九庄严妙乐，请看分五，新一第37愿衣食自治愿。请看经文，阿弥陀佛发愿，我成佛的时候，凡是生到我极乐世界来的一切的众生，不管是往生前是天人，我三恶道的众生，鸡鸭狗猫，我现在猫咪要往生极乐世界，将来他也可以得到这个愿望，不管是天上的天人往生极乐净土，或是呢声闻人听到大乘佛法发菩提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的众生啊，生到极乐世界呢，大家呢所有的食衣住行啊都会满你的愿望。那为什么会有食衣住行呢？举个例子，那是你过去的习气。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早上大家起来，对不对？大家都习惯吃三餐，一大早起来呢你就要吃早餐，赶快弄面包，到了中午哎呀做工，哎肚子饿了，你这样的习气呢是生生世世都习惯的，除非你晚上过午不食。到了极乐世界往生了以后呢，你听听啊，突然想，哎呦我肚子饿了耶，哎，那我吃什么？你动个念头，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对不对？你要试试素的这个红烧面也有，你要喝 cappuccino 咖啡也有，你要现在最好吃的呢德国巧克力也有。所以呢这一愿我非常喜欢讲给小朋友听，所以我有一个外号叫 Chocolate Monk， 巧克力法师。
因为我穿的是咖啡色的，我很喜欢跟小朋友结缘，所以我看到他呢，我都会给他巧克力。我告诉他哪里有最多的巧克力呢？极乐世界有。所以小朋友就会升起，嗯，我将来呢，当生命结束的时候，我要往生极乐世界，这就跟他结一个善缘。所以饮食、衣服，还有种种的香花灯火烛的供具啊，随意即至，无不满愿。请看换灯片，把随意即至、无不满愿画起来，就随你的愿望，你动什么念头，你都可以满你的愿的。可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啊，就不一定。比如说你今天想用水晶供佛菩萨，哎呀，你想一想，对不对？到呢这个 Bugis 的江景福禄寿看了三圈，哎呀，摸一下口袋还是空空的，你水晶的供杯你就买不起啊，所以你的福报就不够啊，对不对？有些可以用黄金、金银、琉璃、砗磲供佛菩萨，有些用珍珠啊。换句话说，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可是到了极乐世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满你的愿。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大愿。第二个，在我们这个世界，假如你买不起珍珠怎么办呢？告诉你，观想嘛，你可以想啊，对不对？就像你很喜欢吃巧克力那样子，你想象，你的心就会升起力量。升起力量以后呢，像普贤行愿品的话，你就可以供香花灯果烛，我西杠着八供，你就观想我现在供花，然后从心开始观想花，然后向右旋转变成花幔。新加坡你们不是卫塞节快要到了吗？很多人都会拿花幔去供佛，可是你看那个花幔一两天就枯萎了，对不对？可是极乐世界的花幔是吗？永远都存在的，极乐世界也不用假花的，因为真跟假都是空性的。所以你看看阿弥陀佛多了不起啊，他连你食衣住行啊，想要的东西他通通都帮你打点好了。再接下来看第二心二三十八愿，应念受供愿，这个仅做一个记号。十方诸佛动一个念头就会接受你的供养，假如不这样我就不成佛。特别注意十方诸佛，换句话说，你也可以供释迦牟尼佛，也可以供未来的弥勒菩萨，也可以供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很多很多的大菩萨，过去现在未来贤劫的千佛，三世的诸佛，无量的万佛，你都可以供养。你要想阿弥陀佛为什么要你供养这些佛菩萨呢？待会会说，积最大的福报以及最大的功德。好，请看四十七页第二十二行。今天我要讲多种版本对照，请看四十七页二十二行无义。无义里面呢就有写，第三愿，令我成佛的时候所居的这个房屋，你穿的衣服、棉被跟饮食啊，都是自然而化现的，非常庄严，就像观世音菩萨身上带的金银珠宝璎珞一样，都是你的功德力显现的。就像我们这个世界的第六天的大梵天王所居住的地方是最好的。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我就不成佛。这是无义的第三愿。再看第十三愿，令我成佛的时候，所有国中的诸菩萨众欲得自然万种之物，就自自然然你所有你能想到的、你想要的你都通可以。比如说在新加坡，我也知道住的地方都有不同地方，有些是住很好的政府主屋，有些是住高级的住宅区，有些是住呢，对不对？ Chinatown 华人里面的贫民窟对不对？只有一间房间，小小的，所以每个人的福报是不一样的。可在极乐世界，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所以呢让大家的那个享受都是平等的。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享受不平等的话，就会有分别心。你家有钱，我家没钱，那他就会想偷你的东西。你的福报很好，你吃得很好，你长得很庄严，那为什么我就长得不庄严呢？我就会起嗔心。所以极乐世界呢，让你贪嗔痴的心啊都没有，就是呢，所有一切呢，万物呢都满你的愿望。所以你想想看，阿弥陀佛发这个愿哦，他真的是经过很多智慧去思考的，对不对？
有些新加坡的灵友呢很有福报，到了印度跟尼泊尔去朝圣，就会觉得那个国家很落后。可是假如你真的到了欧洲，法国、德国、瑞士或丹麦，你会发现人家住得比你好啊。为什么？福报不一样。接下来再看第十四愿，假如使某一个做佛的时候，希望我国中所有的菩萨乃至于阿罗汉想吃饭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然的七宝钵中。请看幻灯片，他少打了一个字，七宝钵中。哎，对不起，打字错误漏掉了，请你加上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钵，为什么呢？因为出家人吃饭是用钵的，在印度的文化，那它是用七宝合成的，所以自然呢，你有各种百味饮食呢，你都会想呢，想要吃。那有一个莲友呢，这个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师父，那我很喜欢吃呢海南鸡饭呢，我到了极乐世界会不会有啊？有素鸡，会。”你刚开始还会动个念头，然后你说：“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来极乐世界已经吃素了，就不要吃鸡了。”然后那个是鸡饭就不见了，吃什么呢？斋饭嘛，罗汉斋啊。我吃各种呢很好吃的饭了。现在新加坡呢，我也观察到，哎，的素食也越来越好了，很好。还有 organic food 也很好，但是比较贵，对不对？不像你们以前都是吃斋米粉，吃的油头粉面的，对不对？所以极乐世界呢，各种食物都有的。所以都会满你的愿。那吃完了你的，尤其是各位女居士，你会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不用买菜，不用切，还要煮，吃完饭还要洗碗，多麻烦，对不对？极乐世界吃完饭了，它就不见了，所以也不用上厕所。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真正的吃，它是叫做以意为食，动个念头就满你的意愿，然后呢，你的色力，你的相貌呢，会更庄严，然后更增长。我们这个世界，注意听好，你要让你的长寿有几个方法，你可以写下来。第一，要有很健康的食物；第二个，要运动；第三，假如你生病的话，当然也要吃药，包含中药跟西药，也有补的药，但吃太多不太好。第四个呢，是你的身体呢，五谷杂粮的营养很平衡。第六个，念咒也会让你的生命延长。所以可见我们这个世界的臭皮囊是很难照顾的。为什么呢？一天没吃饭呢，你肚子就咕噜咕噜叫了，对不对？吃错了东西呢，你就会拉肚子。可是极乐世界通通都没有这个麻烦。为什么呢？因为它常常是要以意为食，用你的意念而满你的愿望的。所以吃完了你也不用洗碗，它自然就不见了，所以你也不用上厕所。这是真的，我不是开玩笑了，这真的嘞。阿弥陀佛说，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则终不作佛。所以各位老菩萨，若你很讨厌煮饭的话，应该发愿去极乐世界吧，叫你们全家人都去极乐世界，你就可以退休了。好，接下来再看，请看幻灯片。所以阿弥陀佛为了满众生的愿，就是呢，所有的众生在听闻佛法的时候，他不用花时间去呢打点工作跟煮三餐。注意，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呢，花什么时间最多呢？工作。尤其在家各位居士很辛苦，我很能体谅，真的我很能体谅。因为呢，我在弘法接触很多人，不要说在家居士很辛苦啊，出家师父也很辛苦的。现在的出家师父呢，要敲钟，要打木鱼，对不对？要领众，还要讲经，还要办佛学班，还要啊慰问临终的人，还要办医疗，对不对？还要做卫塞节。所以现在的师父如果修得不太好的话，也很快往生的。所以各位对师父不要要求太多，真的，现在的师父很辛苦的，你一定无法想象。你不要以为我是大法师，我回到台湾，我是自己煮饭跟自己洗衣服的，这没什么好笑，这是 true， I'm not telling a lie。 虽然我有学生啊，可他们也很忙的啦，对不对？你以为我回到台湾像国王一样吗？啊，男居士来帮我打扫，女居士煮饭吗？没有，每个人都不喜欢煮饭的。可见呢，工作耗掉你很多的体力，煮饭耗掉你很多时间。
所以耗掉你时间跟体力以后呢，做完以后呢，只有一桩事，就是嘟咕。睡饱了以后呢，就开始讲手机，呱啦呱啦讲。所以这个世界的众生呢，很想修行啊，可是呢，你的时间跟体力呢，都耗在世俗的工作上。在家如此，出家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阿弥陀佛想了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所有的吃饭跟呢洗衣服呢，所有的东西他通通呢都帮你打点好了，所以你就不用浪费时间，你就可以专心的读经、禅修、讨论佛法，专心的学习佛法。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会这么快速成佛，就是呢因为阿弥陀佛很聪明，让各位呢都没办法混得很凶。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呢，常常会有很多的借口 ，many excuse。当然，做先生的也很辛苦，经济不景气，对不对？做太太的呢，工作压力也很大，工作压力回来还要煮饭给先生跟孩子吃，吃完饭了以后还要洗衣服，洗衣服也还要打扫，最后呢就只好做猪了。所以极乐世界的人就没有这样的烦恼。所以看幻灯片，所以阿弥陀佛就为什么要发愿衣食自治愿？用食衣住行来包含你所有你需要的东西，通通呢都可以满你的愿。极乐世界的人也不像新加坡一样，为了买一个99年的政府主屋啊，哎呀，拼掉老命50年啊，是不是？而且有一间呢大间以后还不够，还要换间更大间的。所以你看，可见我们这边的众生呢，欲望很多，可是我们呢不能满我们的愿望。接下来再看应念受供愿，请看48页最后一行30，诵译。好，诵译里面我引了20愿跟21愿，请看幻灯片，也可以看你的讲义啊。世尊，我得成佛的时候，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我所居住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宝刹，所有的菩萨都发广大的无上的菩提道心。你看，每一个人都发精进的心，在学习佛法利益众生。当你这些众生动个念头，想要用珍珠、璎珞、宝盖、船方、衣服、卧具、饮食、汤药、香花、祭月，种种你想要供佛的时候啊，阿弥陀佛发你的愿，满你的愿。注意看下面的经文，想要尘世供养诸佛，他方世界有无量无边无数的诸佛。你看，他不是只供一尊佛。你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你要供一尊佛是很难的，你哪里去找佛啊？你只能供佛的佛像跟雕像，当然这有很大的功德，但是你要真正供养到弥勒菩萨，哇，那你得上升忉利天宫啊，兜率内院啊。问题你上不去啊，新加坡没有这么高的电梯啊，Helicopter 也飞不上去啊，所以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供。但是你若去极乐世界的话，你遍供诸佛的时候，你会回到这个世界供释迦牟尼佛。第一个，你会感恩他，你生生世世听闻到佛法；第二个，你也可以供弥勒菩萨，甚至呢衔接千佛出佛出世的时候，你都可以飞到这个地球来供佛。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你做个大宝莲花，就像最快速的飞机一样，比波音747，甚至比新加坡 Singapore Airline 还飞得更快，你可以供佛。可是呢，现在有个问题，因为到了极乐世界，每个人的修行功夫，简单的说有分上中下。上类的功德它可以自己飞，中等的呢只能眼睛看，下等的呢只能坐在地板上等，这是真的。那结果因为你飞不起来，你的功德力不够，那怎么办呢？阿弥陀佛呢让所有的诸佛啊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的供养。所以经文讲，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世尊，假如你没有功德力飞去的话呢，请看下面经文，我于尔时，我就是法藏比丘，阿弥陀佛以宿世的愿力让其他的佛啊到你的面前来，他呢就像伸出手臂一样到你的面前接受你的供养。请看幻灯片，好，我用不同的颜色标出重点，好，你会比较清楚。当时印讲义的时候，为了节省资金，因为经济不太景气，所以通通印黑白的
你看幻灯片，你专心听。所以所有的诸佛啊，会伸出手啊，欢喜心到你面前接受你供养。而且注意听，一供的时候是动个念头，所有的佛都同时供，不会说我先供释迦牟尼佛，再供弥勒菩萨，再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待会绕一下，不对哦，又少了一个菩萨。不会，是一刹那之间，像镜子一样反射的光芒，所有的佛菩萨你都能供。那一刹那之间接受你的供养的时候，你就会修最广大的福田，令彼就是极乐世界的众生最快速的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为什么呢？简单的说，成佛要有两个条件，第一要忏除业障，第二要积聚资粮。这是不在上面的，你可以自己写。假如以普贤十大愿来讲，第一个就是忏悔业障愿，第二个叫广修供养愿。所以普贤十大愿是很重要的。我苦口婆心欠新加坡的念普贤行愿品，我也很高兴现在很多道场都送法华经跟华严经。我觉得是不是我的功德，是佛菩萨放光遍照呢新加坡这个佛国土，很好。但是呢，华严经很多，你没办法天天念的话，你要念普贤十大愿。所以第一个忏除业障，就像镜子一样，现在镜子上面你得要把灰尘给擦干，因为这有你太多多生多劫的烦恼习气业障。可是光擦干你还没有那么快成佛，要什么呢？上面呢还要你们现在有没有clean liquid， 就是喷那个清洁剂，上面镜子磨光了，你它才会反射光芒。这个譬喻是说，擦灰尘代表忏悔业障愿，而喷清洁剂把镜子给擦干，这代表广修供养愿。只有广修供养，你的福德智慧增长；只有忏除业障，你过去的恶业忏除了。这两个条件都圆满的时候，福德跟智慧两个圆满的时候，你才可能成佛。所以经文讲，令彼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你终知道阿弥陀佛太厉害了吧，把所有众生要考虑的东西他都考虑到了。接下来再看四十九页第六行二十一愿，世尊，我得菩提成正觉已，所居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宝刹，所有的菩萨随自意乐，不离开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所有的菩萨，你只要动个念头，你根本不用离开极乐世界，你就可以用珍珠、璎珞、宝盖、船方、衣服、卧具、饮食、汤药、香花、祭月供养他方无量无边的诸佛。你要特别注意无量无边诸佛。我们在这个世界，你要真的供佛，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不太容易。就算你呢过年拜千佛，那一个一尊拜一尊拜，你的心还是散乱的。可是呢，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定中真正可以供他方无量的世界诸佛。接下来又复思维，那所有的佛呢，就像手臂一样，看这里，展臂就是手臂这样展开来，他就接受你的供养，不需要任何呢取劳诸佛，就是不用呢麻烦各位诸佛。所以因为让各位诸佛很麻烦的话，对你来讲是没有什么利益的。作是念已，我阿弥陀佛以神力加持，让这个供具啊，像你供一朵花，它自然就会飞到无量无边的诸佛在他面前供很多很多的花。比如说你看讲堂上次的讲座，七天完花就谢了，谢谢大会工作人员，前一两天他们很辛苦要买很多花，很好。你好不容易才升起一点点短暂的供养心，那你也要有福报。可是在极乐世界呢，是每一个念头你都可以供香花灯果烛的。接下来尔时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不久就快速的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应念受供宴它主要的意思。接下来看一下敦煌的壁画。好，敦煌壁画因为年久失修，所以图案是暗暗的，不过它很精彩。看中间有西方三圣，看背后天空上有很多很多的诸佛菩萨来了。
为什么？他接受你的供养。极乐世界的人有光中化佛，可以到其他的世界。其他的世界啊，也不用搭飞机，佛菩萨都有神通，可以直接到极乐净土接受你的供养。所以在这张图的最上面呢，所有小小尊的都是他方诸佛的菩萨来接受你供养。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殊胜的。而这一愿，听好，在其他的诸佛没有发这个愿。假如你到东方药师净土，那你假如要供佛怎么办呢？你得站起来顶礼药师如来，赞叹药师佛，希望药师陀放光以及用神通力加持你，你才可以到其他的世界，你才会见到其他世界的佛。所以你没有这样祈请的缘呢，你是不可能像极乐世界一样自己早上起来动个念头，你就自由自在，不用呢 Visa 卡，也不用 Passport， 你就可以自己呢到世界各地去供佛。这叫应念受供愿。再看下面，动个念头，你可以有莲花，有音乐，有香花灯果烛。那香花灯果烛每一个代表的意思都不同，我简单讲两个。一个花代表六度之音，供水果代表是供无上的佛果，灯代表智慧与光明，花也会得到向好庄严的果报。所以各位女居士们，你要很漂亮的话，那要常常供花，对不对？你种这个因，你才相貌会得到庄严呢。好，所以极乐世界呢，你可以动个念头呢，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满你的愿。再看下一张幻灯片，左下角极乐世界的声闻众呢，32相80种好的出家众呢，他就有很多的很多的花。花呢，有些是从念头出生的，有时候是极乐世界的御天曼陀罗花。所以你看到图片里，他就拿自己的袈裟把它装起来，然后呢，你看右上角，右上角的图片就有很多很多的诸佛就在天宫里接受你的供养。很不错吧，对不对？所以极乐世界是真的很殊胜。极乐世界不是说我们卖瓜说瓜甜，一直说极乐世界好，你真正去思维阿弥陀佛发了这些大愿啊，你会非常的感动的流眼泪，你会觉得阿弥陀佛真是三界的导师啊，四生的慈父，他把所有众生啊所想要的呢，他通通都会满你的愿的。接下来看好下面一张幻灯片，每一个人手上都捧着花，天女呢也会来提供你花，所以呢就从远的地方啊，一排一排的先供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而且还可以观想很多很多很多他方世界的菩萨，这叫应念受供愿。好，那补充资料请看幻灯片。为什么要有37衣食自制愿呢？答案是随意即至，无不满愿。这最好的代表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请看幻灯片，这是讲义没有的，我打补充资料就是没有的，你专心听。观世音菩萨，我们大家在新加坡很多莲友都会念普门品。好，再看心二38应念受供愿，十方诸佛都接受你的供养，这代表普贤十大愿的第3广修供养愿。所以37代表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所求如愿，38代表普贤十大愿的第3愿广修供养愿。为什么呢？因为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为什么？再看下面，这是早期2-3世纪从印度传到西藏的唐卡，中间上面呢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下面这尊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本体。诸佛菩萨都知道众生很苦，众生都有很多很多的愿望要去祈求，有些要求健康、求长寿、求好工作、求家里平安。所以我常常看到很多老菩萨呢，在佛菩萨面前都这样催催念、催催念、碎碎念念，念很久啊。为什么？因为你都希望观世音菩萨听到你的声音。没错，观音菩萨可以满你的愿。所以看下面一张，所以我成立商业金色的时候，我想了很久，我是供木雕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概我现在法座后面背了这样一片非常庄严木雕漆金漆的，
千手观世音菩萨，对不对？你想观世音菩萨刚开始呢有，对不对？极乐世界的观世音菩萨是两只手的，到了西藏以后就变四臂观音，对不对？发觉四只手不够，变十六只准提菩萨，对不对？还有变胜十一面观音，干脆最后变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吧。千手代表能力，千眼代表智慧，有能力有智慧你才能够帮助众生的。所以观世音菩萨是没有一个人不修的法门的。我自己呢本身也很专心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所以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它代表什么呢？诸佛都满你的愿。好，接下来再看满什么愿呢？请看普门品的偈颂。各位在观寂念佛堂你们也念过普门品，对不对？也念阿弥陀的经，念完了有回向呢就可以回家了，对不对？好，普门品有很多偈颂，我引两首偈颂是最棒的，请你可以写下来。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观世音菩萨的偈颂每一个都很精彩啊！我现在就给你讲普门品的精华。观世音菩萨因为要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满众生的愿，所以听看经文，众生都被无量的这个业与烦恼啊，像困住了，像蚕宝宝啊吐蚕丝一样，就把自己困住了，所以有无量无边的苦，身也苦，心也苦。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业跟烦恼没有忏除，因为你的福报跟智慧不够，所以你有很多很多的痛苦逼迫你。从上一次讲经到现在，有很多人来见过我。我说一句不太好的现象，十个人来见我里面有四个人都想自杀。哎呀，我跟他说 Please promise me， 就是请答应我不要自杀。